每一个人食青菜量都无够，这是一个人哦。啊，一天要食500公克，啊，这是300公克，差不多白菜到500公克哦。哦，来盐巴啦，大概5公克的盐巴哈，我请给啊，来，啊，传一下，这样算5公克哈，5公克。好，阿东，咱个迄个上面油吼，就讲讲猪油吼，橄榄油吼，葡萄籽油，刚好吼。运动啦，行路吼，拢加起来无吼？啊，每天来行路一分钟吼，连续换7分钟吼。啊，你啊每天运动30分钟，咱会使较袂着糖尿病高血压、心脏病。我每天运动60分钟，我叫他每天运动60分钟，咱一个月减一到2公斤吼。我拢去早上拍乒乓，好，阮拍到100秒以上。哦，所以你会使去拍乒乓、行路拢会使咯，反正做一较轻的、莫伤疲劳的运动拢会使吼。啊，你看看袂了，看清嘛看袂了嘛，来这边看。好，行路就好啊。好，卖往走的，往走行3到7街。啊，即个人嘛通爬爬山，所以你爬山足平啊，像咱八卦山无介悬的山，你要较悬的山，3000公尺、2000公尺不要，可以3到7街。那每年吼，迄、那个开膝盖膝，人工开膝关节吼，要2万多个人接受这个手术，所以这膝关节吼，很多人容易受伤，就是因为可能你用力不大，啊，用我上妈妈用一个水彩。多卡无关的吼，较早啦吼，种较薄吼。时间不够，等下。